哎，最酷的树林妈咪。对啊，是最酷。刚刚说微酷，刚刚微酷，我是酷，我是酷爆了，霹雳霹雳霹雳酷、啊。我今天也是丹宁的代表，全身里对这件的话是现在。就是 Y2K 嘛，所以就低腰的。对，以前就是很流行这种低腰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现在就是，反正就是Y2K 风嘛，就是低腰的。然后我里面这件它其实是一件背心，嗯，那、嗯、它后面其实有玄机，它后面其实是我又来了。哇！后面是这样。哇！肚兜了，没有，反正就是这种，其实很实穿，就是你夏天的话，你就可以单穿，嗯、然后它其实也是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版型，就是复古一点，嗯、就是长版，就像刚刚老师的图片，就是好像都窄的，对，窄版的、嗯。那我这件外套也是，嗯、我这件外套这个法国牌子这几年很红，嗯、然后它这件剪裁你看，它是有腰身，对、啊，它比较特，它等一下、哦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你看它这边剪裁，哎、欸。有没有剪裁是这样下来，对，后面你会看像穿裙子，哇，好看哦，好好看。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丹宁外套，我就会很喜欢，然后很想投资。嗯，对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也是很多这种梅亚喜欢的马甲，马甲，嗯，对，因为本人很喜欢夏天，很喜欢单穿，对，真的单穿。然后下面我也是配个，反正就简单的牛仔裤，就是宽版的也好，然后或者是。我就因为我腿型我比较少穿短裤，所以我都会穿那种长的啊宽的。我喜欢这种马甲配宽的丹宁，我觉得很好看哦。对，然后再来这一件呢，也是我很爱。这个是一个泰国的设计师，这是裤子？哎，不是，这上衣。哦，这也很小啊，这也很小，但是它是宽的哦。它是穿起来是宽的，嗯嗯，对，它其实设计就是设计很像一个假裤头啦，对，然后这边是挖开，对，也是这样，也是有一点挖开的剪裁，所以它穿起来下面是宽的，所以下面也是就是会露出你的腰线啊，然后这个牌子它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丹宁的，所以。很多之前很多艺人拍 MV 什么都会特地去泰国收这个牌子，是泰国品牌，泰国品牌。这一个包包呢，丹宁包，好漂亮，对，你看这个有一点，你看刚刚卢芸姐还发现，哎，你有酱油，哎，对，酱油，对，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没差，丹宁就是要有一点看起来有点脏，对啊，违章违章，太干净就不帅，对，帅，我觉得穿丹宁有那个态度，有一点帅，对，有态度。那再低多一点好了，也不行，要过犹不及都不行，要撞色啦，至少番茄酱。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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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你看哦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撞色，它这个是酱油渍，对不对？你看它的是不是遗传链？你看它有心机，真的是我厉害，互相呼应，真的多撒一点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还不能沾到番茄酱，就要滴到酱油。对，这个所以呢，这个不能是鱼油，不能是对，因为刚好颜色一模一样。对对，这个不能背去汉堡店，这。只能去吃日本料理，是，对，有一点红色番茄酱就不对了，没晒没晒，对，不对不对，你看里面啊，里面全丹宁，哇，漂亮，干到一个不行，真的很好，干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好看，好看，对，所以这种就经典不败，然后很厉害是丹宁，你知道啊，他就很厉害，配一个这种刷旧的扣，嗯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厉害，很会配。刷旧就是要配这种，雾黑的颜色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我这个外套呢，这个外套也是很酷，也是丹宁，也是丹宁，可是它非常的厚重哦，非常丹宁，帮忙够当哎，很暖，最近有要男模，好啊，需要男模，男模应该穿不下吧？我男模这件很大哦，我只能当个示意图啊。这件虽然是38，但它很大。但是因为它的袖子是可以拆的，对耶，好特别，因为哎好看呢，对，我有点懒，所以我没把它扣起来。哦，所以它可以变背心，对，这样也很好看，对，这样很好看呢，就这样弄出来也很好看，而且它有种复古的感觉。等一下再拆掉，以前是那种歌手会拍 MV， 对，刘德华那个追梦人的感觉，王杰，哎，对，骑一下那个重机，对，那个骑重机，对，周润发啦。哥哥，哥哥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大稻埕看烟火。好像哦，好像哦，压压压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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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完过完过完。哎呀，衣服坏了，衣服。
到加油站了。对对对。哇，真的好好看哦。哥，我觉得你里面光单穿那个 orange， 哎，很多火吗？然后这个还可以加，好好看，你有看呢？哦，这个可以打开做那个。哪个背心？背心就突然间天气变热的时候，哇哇，金牌金牌，真的哇！突然有人超车，有没有？就拉下来，有没有？拉下来，什么代级？没有你就要打架就，然后直接这样叉起来，或是要去表演的时候，哈，有呢，白闪机耶，白闪机。哎，没在晒太阳啊！哦，真的好好看哦！真的耶！对啊，而且这件是不是够暖？够暖，因为它里面是铺棉的，对，它是铺特别重棉哦。嗯，对，它是铺重棉的，所以其实这一件是，你看秋天也可以穿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穿了。夏天有点多，然后再来这件是我你跟你女儿，不是这两件，它下半身不一样啊！你看，不一样。你说刷色不一样？不是啦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啊，这裙子啊。哦哦。对，大象真白。对，你看裙子啊，这裙子。哦。对，然后，哎，这很太辣了吧？不会辣，我其实有真的这样穿，夏天你不会觉得很辣，因为你看它其实是到这边的贴齐的啊。对，侧面呢？我侧面还好了，因为他是会穿运动内衣啊。对啊，但是我是穿短，我还是会让这边露出来，就是穿可能遮到这一节而已。然后那时候我看这一节，我就觉得啊，穿起来我先穿裤子，然后觉得好可爱。他说哎，还有一件是下面是裙子的，然后我就选不出来，然后后来就说好，那都买了，因为我觉得它配这个小花很可爱，对，然后夏天又很实穿，然后它后面就是两个口袋哦，哎，它是美人鱼裙哎，对呀，它是美人鱼裙哦，是哦，鱼尾裙，对，所以它你配球鞋穿起来很好看，它前面还有开一点这个叉，好，这就是我的丹宁，很厉害。